量市民主任接很多警员，今日社会什么呢？社会平安平安吗？谁来报答岁月？谁来报答呐喊？谁来报答母亲的身影？谁来报答？谁来报答？谁来报答我的痴爱？我们抛去生死，投入斗争的魂力。妈，让我听听你的心里话，多少落红你不想，你不敢去流骂。妈妈，让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不想再有缘。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有模糊视线，沉默得太久，终于忘却忍耐，爆发一次，深深荡起所有的世界，深深荡起所有的世界。谁来报答炎黄？谁来报答后代？心里话，多少落人你不想，你不敢去流骂。妈妈，若我远去，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落雨。人群沉重的足印，走上永远的斗争。人民不会忘记，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六四国殇二十周年烛光悼念集会，现在开始。现在请支联会常委89年出生的年轻人，代表香港市民向六四殉难同胞献花，包括吴学翰、苏冰娴、袁长禄。主中国，建设民主中国。
八九民運裏面犧牲的民主烈士，願你們在天之靈聽到我們的聲音，願你們在天之靈看見這一片的燭光，願你們在天之靈安息。我們為六四死難同胞默哀一分鐘。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中共現在想依靠的恐怕就是這樣的六四後一代吧。因此我们认为香港同胞在几年前提出的薪火相传接好民主棒的口号是富有远见的，你们尽最大的努力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方式把有关六四的提问时说香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期间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得到骄人的成就，也为香港带来经济的繁荣，这就等于说只要经济取得骄人的成就，即使是历史上的天大冤案也不该再提起。曾先生这番话与大陆广政要人为六四屠杀所做的辩护如出一辙，但是道上有大坎总得有人搬呐。20年来我们苦苦追索大屠杀的真相，寻求迟迟不肯到来的证据，尽管前面的路还是那样的漫长，但是我们未敢懈怠，未敢停息，仍然一步一步的艰难跋涉着。这是一场弱者对强者的抗争。的提问时说，香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及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期间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得到骄人的成就，也为香港带来经济的繁荣。这就等于说，只要经济取得骄人的成就，即使是历史上的天大冤案，也不该再提起。曾先生这番话与大陆广政要人为六四屠杀所做的辩护如出一辙，但是道上有大坎总得有人搬呐。20年来我们苦苦追索大屠杀的真相，寻求迟迟不肯到来的证据，尽管前面的路还长。丁子霖2009年6月。今晚集会的人数还有150,000。请大家继续摇动我们。